陷入内乱的晋国为秦穆公展示出两种可能的选择，是树威立德以待将来，还是乘人之危捞取实惠。当秦军的囚车载着被俘的晋惠公凯旋而归时，身为秦穆公夫人的晋公主薄姬也擎着火把毅然决然走上了奉献牺牲的祭坛。被后世视为姻亲关系代名词的秦晋之好，在波诡云谲的春秋时代，却饱含了一层又一层被泪水浸透的遗憾。当秦穆公招贤纳士谋求东进时，受骊姬迫害逃到敌国的重耳则正度日如年等待回国的时机。公子，我们敌国的首领来看你来了。重耳感谢伯舅的关照。哎，哪儿的话呀，敌国是公子的姥姥家嘛。啊，你们晋国的老国丈糊涂大人本来就是我们敌国人嘛。啊，公子啊，千万别见外啊。重耳对伯舅的庇护感戴万分。哎呦，你看看，我忘了忘了嘛。公子，我们打了个大胜仗，得了不少好东西，挑挑拣拣的把最好的给公子送来了。来来来来，抬进来抬进来抬进来。好，放下，打开，请公子过目。公子在这儿住这么长时间了，姥姥家不能只管吃住，还应该管你生儿育女才对呀。啊，晋献公在位26年，临终前遍观朝中，皆是公子重耳夷吾党羽，身后继承大业竟无人可托。寡人死后，秦公子肯定借外力回国争位。惜其年幼，惜其孤立无靠。哦，我想把惜其托付于你，不知肯否答应啊？卿以为何为忠，何为信？尽心事主为忠，四不食言为信呐。惜其
为父帮不了你了。我死以后，你自己去和那七个哥哥们拼吧，李弟，你呀，在寡人的身边，哭了一辈子。寡人死后，你肯为寡人真的掉一次眼泪吗？啊！别哭啊！别哭！别哭！你别哭！晋献公死后，内乱随之而起。大夫荀息轻言信诺，却被无情的现实撕作碎片。西岐、骊姬相继北上，荀息自己也成了牺牲品。然而，洒满朝廷的鲜血，并没有使晋国的内乱归于平息。母亲，这位大夫是不是要接走父亲？议政大夫，请回去转告朝中各位大夫，西岐卓子虽死，可逃亡在外的公子尚多，何必非要我回国去继位？申生已死，晋国要拥立哪一位公子啊？李克丕正主张拥立长公子重耳，吕生、奚瑞则主张拥立次公子夷吾，两党羽各自派出大夫去敌国和梁国会见二公子，至今尚无定论。哦，晋国是秦国东晋扩张的第一块绊脚石，如今纷乱无主，机会难得，正应发兵攻打晋国。小子不许胡言，眼下应考虑积蓄国力，平定西戎，岂可轻率？这么说，晋国之变与秦无关，寡人只好袖手旁观了。臣以为不能。既不能轻率，又不能袖手旁观，那应该如何？该为晋国选择一位合适的新君呐。为晋国选择一位新君。夫人。晋国如此多难，不知夫君是服谁呢？我已经按照百里奚和简叔的建议，派公子职以吊唁为名，分别去敌国和梁国，亲自审视一下重耳和夷吾二位公子，待回来之后再做定夺。重耳之贤，天下皆知，国君又何必要审视呢？公子之临行前让我转告，如果公子有意回晋国继位，秦国兵马愿为前驱。
借外人之力登上君位，贪小失尊，日后必为人所轻蔑。可是，要是拒绝了秦国的好意，秦国会不会转而扶持夷吾啊？公子直说，他还要去梁国，到夷吾那去调研。看，果然就是这样。要是夷吾抢先夺走了君位，咱们可就永远别想回到晋国了。我何尝不想早一天回国？可前几天，皮征大夫调研送来了联名竹简上，我找遍了朝中老臣的名字，唯独不见老国丈糊涂大夫的签名。敝国国君令臣转告，如公子愿回国继位，秦国可派兵马以为前驱啊。哦，大夫不是刚刚从我哥哥那儿来吗？是啊，我在敌国刚刚拜见过重耳公子，可见面后他却大哭不止，只说自己背着父亲逃亡已是有罪在先，君父临终又不能在身边尽孝，更是大逆不道。如今他心中只有哀痛，全无回国称君之意。那好吧，重耳哥哥既然不愿意回去继位，那就是苍天选中了我。他不回，我回。如贵国愿意助我，夷吾理当尽心相报。请大夫转告秦国的国君，如果这次夷吾能够登位，愿意割让河西五城，是贵国疆域，东敌国国，南击华山。公子真是快人快语啊。但重划版图乃社稷大事，公子还是与左右密臣慎重商议为好啊。夷吾绝不食言。夷吾如此轻诺，将来必食其言的。父丧不哀，苟求君位，绝非贤者。重耳和夷吾如此不同啊，不知国君想选谁做晋国的新君呢？辅佐贤者为君，当然众望所归。如果从秦国的霸业考虑，选夷吾倒是比较合适。明知夷吾不贤，却选其为晋国国君，这岂不有悖于秦晋之好？就是若重耳成了霸主，秦国还怎么东进？秦国首先应该着眼于统一西戎。国君，夷吾小人还未登上君位，就以手捧河西五城的版图向我秦国摇尾，难道臣的做事不理？这夷吾在秦国的帮助下回国继位，是为晋惠公。他倒是没有忘记自己当初割让河西五城的许诺，继位不久便派大夫丕正来到秦国。我
为何没有河西五城的版图？夷吾本想割让河西五城，无奈其身边大臣吕生、细锐从中竭力阻挠。说什么？他们说，当初夷吾逃亡在外，尚未登基，无权将先君国土赠予他人。住口！纯属一派胡言。当初公子职到梁国吊唁的时候，吕生、细锐都在夷吾的身边，为何不讲此话？明明是戏弄寡人。启奏国君，讲。辟政大夫一路辛苦了，还是先回馆舍休息吧。啊，请大夫回馆舍歇息去吧。不，我尚有肺腑之言啊，明天再说也不迟啊。不不，晋国有变，已经没有明天了。我虽为晋国使臣，斗胆叩请贵国发兵，废夷吾而立公子重耳。辟政叩问国君，能不能告诉我，秦国明知夷吾不贤，可当初不立重耳，而立夷吾，究竟图的是什么呀？割地对不起先祖，毁约又对不起秦国。可如今我夷吾已经是一国之君了，总不能够因为你秦国而遭受国人的唾骂呀。就算是我骗了你，在你老虎嘴里拔了一颗牙，可同为天下诸侯，谁怕谁呀？把那个在秦国国君面前说重耳好话的叛逆之臣丕正给我杀了。公元前648年，晋国大旱，言而无信的晋惠公夷吾面对天灾无可奈何，只好又派大夫庆政来到秦国借粮。啊，庆政大夫。请。庆政大夫该不是来履行夷吾的诺言，向我秦国赠送河西五城版图的吧？这，请。难道是因为晋国大旱灾荒，来此求购粮食？嗯，这。公子所言极是，敝国饥民甚重，饿殍遍野。敝国国君以为贵国乃亲邻之邦，国力强盛。像夷吾这样厚颜无耻的国君，真是天下少见。请大夫言辞慎重一些。
功过是非，任凭议论。然而，敝国国君不顾昔日曾得罪过贵国，而赶来求粮，正表明敝国国君的两大美德。什么？两大美德？他相信贵国国君胸怀大度，不计前嫌，此为诚信之德。他自身不顾羞惭，为民求粮，此为爱民之德。难道不是这样吗？哼哼，天下竟有这样的道理。没想到秦穆公真的不计小人之过，满载救济晋国的粮车舟船沿渭水东下，直抵晋国。此次运粮历史上称为泛舟之役。贵国国君如此慷慨大度，真是不用一兵一卒就征服了敝国的人心，真是天道难测。两年后秦国也遭了天灾，只好转而向晋国借粮救灾。这回晋惠公又将如何呢？国君，诺言不能轻许，许下诺言就得实践。你这是在恕寡人之过吗？臣请国君恕罪。借粮济秦，可使双方捐弃前嫌，正好是两国修好的机会。捐弃前嫌，这你就错了。他可以捐弃前嫌，而我却不能。秦国一向对晋国虎视眈眈，借粮济秦犹如养虎之患，绝不可为。国君若不能像两年前秦国借粮帮我渡难那样知恩图报，将使晋国失信于天下，危在旦夕。迂腐，立即传寡人之命，派出兵马驻扎在边境以待攻秦，以除我心头之患。啊！好一个大逆不道的义武啊，竟一而再再而三的恩将仇报。如此小人天地难容。启奏国君，晋国大军已经陈兵秦晋边境，正图谋进犯。感谢天下还有像夷吾这样的小人。寡人为了东晋中夏苦心经营了十余年，今天才找到了一个心甘情愿当靶子的人。公元前645年，晋惠公乘人之危发兵攻打受灾的秦国，秦军奋而应战，三战三胜，两军最后在韩原展开决战。前年我们是靠着秦国的粮食才活下来的，今年有劲儿了，我们又拿起干戈来打人家。非把夷吾的小子抓住不可。当初
我们何必立这种小人为晋国国君呢？不这样，怎么能攻打晋国呢？国君真是英明啊！贵国执意不退，晋军将士不敢回避，愿听贵国的号令迎战。臣代敝国国君答谢于阵前，当公子逃亡在外时，寡君曾为你忧虑；当公子未登上晋国的君位时，寡君曾为你担心。如今公子已经成为晋国之主了，寡君怎敢不接受挑战？这卦象说，西方将有神人助秦，与我不利呀。
微臣韩琏，露出你的脸来。你刚才在阵前转达遗物之意时，颇有将军之风嘛。现在罪臣只有引颈待死了。寡人只不过用刀兵驱散了你们晋侯的妖梦罢了。国君头顶黄天，脚踏后土，罪臣甘拜下风，愿听国君的教训。哼，贻误小人，伤天害理，阴险毒辣。寡人要用它祭祀天地。寡人决断，不可更改。敢谏者，死。启奏国君，周天子听说国君要将遗物祭祀天地，已派专使来请求宽恕。在遗物小人损害寡人的时候，他周天子为什么不管管呢？此刻寡人也顾不了许多了。臣冒死罪，恭请君侯息怒，极不择言，欲施伤人呐！你启奏国君。讲。夫人命令后宫所有的人都穿上丧服。什么？遗物还没有死，他就为其兄戴孝？不。是为夫人自己戴孝。为谁？为夫人自己戴孝。祈求母亲息怒，你快下来吧，快下来吧，不然死者愿与母亲同归于尽。娘，母亲，你快下来吧，母亲，快下来吧。母亲，娘，你快下来吧，快下来吧，母亲，快下来吧，娘，夫人，心腹，你快叫母亲下来吧，夫人。你这是干什么？卑子请国君宽恕，不知是否将晋国国君已押进城中了。义武尚在城外。如果晋国国君早晨被押进城中，卑子当晚自焚；如果晋国国君晚上被押进城中，卑子明晨自焚。
如果杀死晋国国君，以祭祀天地。就请连杯子也一起祭祀了吧。夫人，你何至于此啊？君父驾杯子于国君，只在情境结好。杯子十余年来尽心侍奉国君，不料情境交恶，如同天降大祸，我兄夷吾竟成为秦国俘虏。如今卑子连自己的兄长都解救不了，上对不起君父，下对不起骨肉，唯有一死。夫人，夫人，夷吾反复无常，置秦晋之好于不顾，数次伤害寡人，他倒行逆施，自毁晋国社稷，这些夫人你是知道的呀。可是当初卑子曾劝过国君，为了秦晋之好，理应辅佐重耳，可国君偏偏不听。如今卑子唯愿与兄同死。不，夫人。夫人，夫人，寡人苦心经营了十余年，好不容易才等到如此之时机，难道你让寡人白白的把他断送了吗？国君等待的是什么？难道从选择夷吾的那一刻起，国君就等待着他拿晋国的社稷来报答你吗？这夫人，国君，公子之在将晋侯夷吾迎到灵坛馆舍下榻，待以贵宾之礼。是。国君。夫人。国君。感到真是天有夷吾，而不为寡人说话吗？国君，夫人。启禀国君，我回来了。我妹妹怎么讲？她要不要见我？不，夫人说，国君向秦穆公认罪的那些话已经转奏，但是讲，她说她不愿意再见到你这样的哥哥了。夫人心里非常难过，只希望国君能以社稷为重，立即派人回去安抚国人，并以
太子玉的名义派出大夫，与秦国正式盟约和好。以太子玉的名义，怎么说是想把我废了？知道他心里想的是谁？好，好极了。不管怎么说，太子玉是我儿子，立他总比立重耳好。这辈子是别想再回晋国了。为了把夷吾继续攥在手中，秦穆公在接受了晋国奉献的河西五城后，又以太子羽到秦国做人质为条件，放回了晋惠公。请正大夫，臣恭候国君。恭候？你不是来给我送葬的吗？臣愿晋国永远不再有你这样的国君。太子玉，立刻去秦国重做人质。父亲，别这么看着我。不知深夜召见，有何急事？寡人刚才被一场噩梦惊醒了。噩梦？清正临死之前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听见了。清正也好，我的妹妹薄姬也好，他们敢于在寡人面前说三道四，都是因为晋国还有一个流亡在外的公子重耳。寡人在梦里还看见秦伯领着重耳，硬是要逼寡人退位，不然的话，就要杀掉寡人。不过是虚梦一场罢了，国君何必不安？不，只要重耳活着，早晚会有这一天。